kiss for you。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现在的话，我要夹前面这一盒鲁夫的公仔，要让后面的公仔可以补位。但是我夹起来的时候是没有让它补位到的，但是运气还蛮好的，就是它上挡板啦。像这个地方有很多种出货的方式，那有翻屁股，也有甩捏，也有一爪扣点。那我是运用甩捏的方式去把它捏起来。这边的部分的话，算运气还蛮好的哦。哇，神奇的杰克。那各位应该有听到他的声音吧？他的音乐的声音真的是让我不喜欢那种音乐，所以大家知道说为什么我会用配音的方式了吧？这盒公仔啊，后续我是没有夹到的，但是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夹的点的位置，以后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公仔啊，大家比较知道说怎么去夹。那这一边的话，我都是捏太厚了哦，有看到吧？就是捏太厚，但是它的爪位的方向也不能调，那你甩爪只能甩一点小幅度，所以你们在甩的话，位置一定要抓准一点。然后再来就是观察公仔的盒子的方向，如果当它已经不行甩爪去扣套点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要把它放弃掉哦。嗯，像这边的话也是捏太厚，结果它就喷掉了。那像这个位置我就会果断的放弃。那再来这一盒的话，我是看到它在后面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拨，发现说它拨不下来，那我干脆就夹下面的吧。哎，非常顺利的就是直接补位上来。那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一个爪子是可以直接把它再度的勾进来。吼吼，非常顺利的两盒夹取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已经没有枪位可以夹了，那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放弃啦。那再来这里的话，就是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带夹物，所以我就一直转爪子，转转转转转，看能不能幸运的去扣到。哎呦，看来非常幸运的捏起来喽。哦，十块耶。谢谢老板送我一个柴卷包包，日本的。好像刚刚就是我非常兴奋的，就是夹到了十元的带夹物，所以我很开心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我要夹这一盒，这是我的目标，就是这一盒非常长型的盒装公仔。前面的话我已经花了100多块试着去夹取索隆的公仔。之后的话，我会做成一部失败的关键点给大家看，就是让大家去知道说我们在夹取的重点，还有要注意的事情在哪里。那这一盒的话，就是我都会运用推拉的技巧，其实也不用推拉啦，就是爪子只要稍微顶到，它就会往下滑了，所以算是定点夹啦。那我在打的台这边都是北安路，北安路的话我都会用定点夹比较多，它的下爪的速度非常的慢，基本上这里就是枪位了，但是我们要一直去抓它的点，才有办法就是三爪去扣到，让它有一点微刀爪才可以拉起来。像这里都是一直在失误，因为你要去抓它的点的话其实不好抓，因为它的盒子比较大，你要让整个三只爪子可以形成包住的现象，然后拉起来，其实要有一点小技巧，所以我到最后我有稍微调整了一下位置，然后再继续拍摄给大家看。那这边请大家注意看我对的点到底在哪里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哦，我们明白。